大家好，给大家介绍一下最新款的这个手机挖矿项目猫币哈，在东南亚非常火的哈，才刚刚开始，目前只支持安卓手机哈，谷歌的还没有出来。用 email 注册，12小时点亮一次闪电，现在刚开始，一个小时可以挖200多个，我才推广了2个人还不到，还早上才推广的，我已经挖了4000多个哈，我才挖了2天。猫币的项目方团队拿出$1,000,000的真金实银拿出来做推广哈，所以说现在如果说你推得多哈，奖励就多了哈。我才刚开始，我才推广了2个人，已经奖励了$7的奖励了哈。你在点亮派币的同时，不妨也下载这一个试试哈，因为派币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是终点，所以说我们宁可撸过也不要错过哈，点一个也是点，万一这个机会实现了呢？猫币才刚刚开始哈，它这个挖矿的数量是非常惊人的哈，如果你到后面了才发现这个回来挖的话哈，那数量就没有这么多了哈，一天可能就顶你1个月的量，或者2个月，甚至3个月或者半年哈。我会把注册链接放在屏幕下方，如果想挖的朋友们可以点击我下面链接注册哈。我再说一次啊，手机挖矿现在已经成为一种趋势了哈，它已经打破了矿机挖矿那种传统理念，所以说大家抓紧时间。